哇哇哇！呢個系列好正，不過呢個頻道咧都系第一次拍，潛水愛好者真系會經常戴嘅，質素信得過又唔怕撞爛嘅潛水錶，官方都話佢可以征服海洋喎。金巴希就今集終於講嘅錶，蛙人 Foreman。呢個是香港粵語專業手錶頻道，喜歡欣賞手錶記得點讚、訂閱、撳鐘仔，就可以收到最新的手錶資訊了。 G-SHOCK 錶之前也有拍過，但是 G-SHOCK 之霸王 Master of G 系列，人稱蛙人 Foreman， 雖然很多人都有聽過，不過今集分享是 GWFA1000，是 Foreman 的 ISO 200米潛水級的手錶，第一隻推出的指針型號，打破了之前的 Foreman 只是推出跳字的款式。今次新款 A1000 比之前出的 D1000 系列各方面都做了很多的改良，除了外觀方面改用了指針的設計，新型號的外殼加入了先進的物料，升級了結構和新功能，突破性的硬殼結構將錶殼和錶底合二為一。而玩開 Foreman 的朋友都知道，以前 Foreman 是金屬殼外層再包橡膠的，以做到堅硬而防震防撞的設計，新型號的外殼是碳纖維加上樹脂組成的，除了令到外殼的堅硬度提升之餘，可以減低吸水的系數，抗水解的能力，進一步減低海水的腐蝕性，令到防水更好、更堅硬，手錶更耐用，而且可以做到更輕，佩戴更舒服。錶帶都有改良的，採用含氟的彈性橡膠製成的，比以往的橡膠帶更堅硬耐用。Foreman 稱得上 Master of G 啦，係 G-SHOCK 嘅高級版，梗係唔少得 G-SHOCK 嘅新功能啦。藍牙連接手機 App 啦 ，Tap Solar 光能發電啦，將電力儲存喺個第二電池入邊啦。有六個嘅電波，接收無線電校準信號，自動調節世界時間功能，可以查看潮汐漲退資料啦，仲可以喺手機 App 度查看潛水日志記錄，有效管理測量數據。錶盤有兩地時間顯示，24小時針睇到星期日曆， G-SHOCK 基本功能鬧錶計時倒數齊備啊！三字位有金屬的雅文螺旋式錶冠設計啦，球狀的防反光塗層藍寶石水晶鏡面，錶殼金屬有啲黑色的離子電道噶，防水、防震、防撞、防磁性。錶面最闊 56.7mm， 厚 19.7mm， 總重量 119g。官方定價港幣6780元。唔知你對新款蛙人 A1000 有咩評價呢？歡迎下面留言討論下。Description 留翻手錶嘅資料，想知優惠可以 WhatsApp。記得點讚、訂閱、撳鐘仔，手錶資訊免費睇，下集見。